急救。历经四个月的等待，嘉义市史迹资料馆重新开幕了。在地民众在开幕当天共襄盛举，迎接文史资料馆的新样貌。大家写社区史，或者是这个村里史，像大家这个咱家拢有会，今天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纪，咱美好家也像这样年轻妹妹，她知道嘉义市的这个发展，这个荣耀，伊感觉讲啊，住伫这个东西实在是足好的。馆内加入多媒体影音，让展区更接近嘉义的人事物。此外，增加新的坡道，轮椅终于可以进入展区。开幕仪式更包含系列活动和展览，让民众得以多元参与。史迹资料馆增加了一些多媒体的功能，有可以触摸式跟民众互动，那有听。也可以看，那有大部分就是以老照片的方式跟说故事的方式来呈现嘉义市的从古到今的一个脉络。那我们特展区是以就是不定期的换展，那目前是我们代表嘉义的石猴无障碍设施，也是这一次新增加的设备。我们为了文化平权，可以提供身障者可以畅行无阻，可以进到我们史迹资料馆去参观。15年前，日治时期的神社改建成史迹资料馆，现在人们将再度走入展区，去感受浓浓的历史味道。我想这个一个时代的需要，这个媒体现在是非常这个重要。我们老一辈的比较少用这个新一代的。像我刚才就在看这个《稻香记》，在中间的我小的是也是走路一次，但是看这个非常完整。我觉得现在方便多了，可是我觉得内容量会因为这样变少了。对，蛰伏了一个冬天，嘉义市东区的这个小角落重新活了过来。今后，民众可以更了解自己的家乡。中正一报，艾谦、刘玉俊，嘉义市报道。